好了，我研究了一下明天要走的路线啊，我是走的是川藏南线，也就是说从成都雅安、康定啊，这样一路进去啊，到那个拉萨。今天我看了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是今天从成都到了雅安，然后明天计划是到泸定啊，后天到康定啊，这样一路走新都桥，一路到理陶，到毛康。一直到拉萨啊，这个到拉萨，然后明天到了那个泸定了呢，估计是1000多，然后康定是2000多啊，所以晚上我要洗个澡，去海拔高的地方就尽量不要洗澡，因为这样容易感冒啊，所以人的抵抗力会下降，所以说尽量在海拔低的地方洗澡啊。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水下温度52度啊，计划呢，我这次出来是走1个月啊，我后来又研究了一下，从拉萨往回走的方向呢，就是说就这么几条路，要么就原路返回，要么就走那个到芒康，还是走滇藏线，要么就直接是走青藏线啊，走那个唐古拉山。那区啊，到那个西宁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么还是不要走，因为滇藏线我已经走过了，然后318呢，就这次走了，我也不想走回头路，所以我有可能要走10109国道，往那个西宁方向走，啊，然后再回上海，计划出来1个月，啊，然后去一些，怎么说呢，没走过的路吧。啊，这样这次计划就是1个月时间，6月底回上海。好了，我一会儿再研究研究啊。今天是5月24号啊，一早起来已经有车友来找我了。当地的一些车友啊，所以说豪哥在旅行途中是不寂寞的啊，有粉丝有车友都会来找我。好了，起来带大家外面看一下啊，空气清新啊，所以在路边。早上好。好了，一早起来，然后把房车收拾一下，今天的任务是在雅安去采购一些物资，因为马上要进藏了啊。因为昨天我在阳光小院那里没采购到多少什么物资，就买了几桶水，所以吃好早饭以后，去买一点，蔬菜呀，或者一些便于携带的啊、一些物资，就准备进西藏了。昨天月龙跟我联系了一下，他在纳木错一个地方底盘刮到了，也就发动机漏油了。我问了他什么情况，他说大通的车 C 型房车动力不行，所以说他爬坡的时候啊一定要冲坡，一定要冲坡就冲上去，所以说碰到一块大石头他也没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他就会溜坡啊，他就没动力了，所以碰到大石头他也没停，直接冲上去了，所以有一块石头直接刮到下面，把那个发动机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变速箱刮到了，也就是说全部漏油啊，所以说他现在车就开不了。那我在过去里这里呢还有大概2000多公里，估计我是赶不到他那里啊，所以说我还是既定的目标走吧啊。哎呀，我也希望月龙尽量把那个车弄好啊，尽量能使用起来，啊，我就是还是按照我的计划，大概是在，因为我还是慢慢喜欢慢慢走过去吧，一路玩一路走，啊，到时候我跟月龙保持联系。好了，起来我去收拾一下。好了，起来烧点水啊，喝点水，然后我起来出发去买点早饭，啊，去外面吃点早饭。然后去买点东西。好了，跟隔壁他们去聊聊天。你昨天不是车开走了吗？
哎，杨哥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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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昨天跟我联系的是吧？啊，对，杨涛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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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对对对。啊，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什么时候过来？我很早就过来找到你的位置，我又去把事情办了。啊，看见你还没起来，我对对对对，我起来比较晚一点，晚一点。对对对，要休息好。对对对，老哥，你昨天不是开走了吗？对，一个朋友那儿去。好，又去朋友那里了，又回来了。老哥，这个车我还要待两天，还有两个车没过来。啊，你这个车开了多少公里了？我这个车只有3万多公里。那有两年了。还没一年。哦，才开了几个月才3万多公里呢？还是二手的还是一手的？一手的。一手的要开3万多公里呢，几个月啊？对。开了这么远了？我拿着车就跑到西藏、新疆。啊，都跑了。广东沿海转。都去了。那你现在这个车质量怎么样嘛？还可以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大通人家都说质量还不错，所以我之前弄了一台 B 型车，对，我之前弄了 B 型车回去修哨牌，然后我，7月初带我老丈人什么也去新疆，我有可能去欧亚，有可能就开 B 型车去。啊，我要买一辆可靠一点的车，然后呢，方便一点。啊，好了，等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去市内找饭呗。可以可以，好吧，一起出去，那往那边走是吧？那边。好，你怎么的？你开车没有？我骑了点马尔。啊，这个电瓶车是你的？啊，对，我老婆的。啊，我看见你有这个，我说骑这个过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感受一下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城里面去啊那边停车不好停。菜场里近吗？啊，菜场近吗？很近，就在这口。到那个嘛，他在就是到那个就是康庄路，康庄路那个批发市。啊，对对对。他去拿土豆。拿买点土豆、大白菜、那个波特。不会容易坏的这个东西，然后买点肉，买点肉冰在那里。那个，康庄路是批发市。你来到雅安，我带你去买那个卤菜，雅安的卤菜啊，会坏吗？把它买好，真空包装，丢进冰橱。哦，那就可以了。分开，然后你今天也想吃什么，你就拿出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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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可以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但是你有微波炉，大热。啊，对。对，有微波炉，微波炉。那我们一会儿知道吗？骑电动车过去还是怎么样？骑这个车比较好。啊，那是这里。骑这个车去转一下巷子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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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让你试试我的车。啊，对。来，让你试试我的车。啊，你这个车我在网上就开你这个车挺不错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动力比较猛。这个啊，哇，一定要慢慢，油门要慢一点。是三 D 的，好像是。对对，三 D 的。三 D 的。对，三 D 的。行，那我收拾一下。啊，你收拾一下。好好好。我等一下把它卸下来。我带你。好好。就骑着这个车去比较好。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